各位路门开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慧荣，欢迎大家锁定呢在每个星期五下午一点钟的直播节目现场。哇，真的是呢跟大家线上好久不见啦。今天呢这两周累积很多事情要跟大家来好好讨论了，马上有请已经在线上等候的彭文正教授彭批。朋友们大家好。嗨，彭批，今天呢，我想除了蔡英文的事情哦，真的是太神奇了，被彭批给预言中了。等一下呢，会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什么事情，针对蔡英文的事情，被彭批呢完完全全的拿捏住了。我刚刚才跟彭批开玩笑讲说，真不知道彭批有多少暗桩埋伏在蔡英文的身边。彭批，你刚刚是怎么说的？说是他们参考你的剧本，是不是？我觉得蔡英文应该是，你知道这个震惊关不了，我想论文们也开箱也是一样，震惊关不了呢是个没什么内容，主持人也没什么水准的一个小节目，但是他有个特色，就是历任总统都亲口说过，不看睡不着，真的，李登辉亲自讲过，旁边还有王彦军在，还有其他人在，所以我讲我不会乱讲。那陈水扁、吴淑珍讲过。现场还有郭背宏还有其他人，那他们都说没看睡不着，不看睡不着，然后还有一个接下来的总统是马英九，马英九没有亲自跟我讲过，但他的姐姐跟我讲，他说我弟每集都看，还叫朋友都要看。那所以前面三任的总统是没看睡不着，那蔡英文是看了睡不着，可是呢因为蔡英文我慢慢研究他的心理，他有点自虐倾向，所以呢他我猜他躲在棉被里，然后咬着手指头在每天都在看，震惊关不了。然后看我们在讲什么之后呢，他就跟那个你知道有一部电影，不是我不知道那个Anthony Hopkins 啊，是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那个，对不对？不是有一个智商非常高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然后会吃人肉那部电影叫什么我忘了，反正那是很早以前的电影。那是一个犯罪心理学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电影。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呢应该是有在看震惊关不了，然后按着我们给他的一些建议去做，所以他现在在跟赖清德之间的角力其实一步一步的跟我们当年所讲的每一个步骤都相吻合。那我觉得蔡英文应该会蛮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彭文正也。所以现在看出来了，就是彭批这个角色，你的角色很有意思，就是你既是蔡英文的死敌，又是蔡英文的军师啊。你讲着讲着，他就觉得哎，有道理，这么做好。好，我们今天要先从我们先从这个顾立雄跟赖清德之间呢、来谈一谈。现在呢比较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雷神案啊，有些吊诡，连绿营自家人都不太挺，就觉得说国防部的处理状况确实不太恰当。那我们一直都说啊，台湾就是明晃晃的盘子嘛，就是被当成就是盘纳嘛，就是反正呢什么东西不要的全部往台湾倒，那往台湾卖。价格呢喊高了，反正呢台湾也是全盘接收，然后现在呢搞到一个说哈叫有问题的全部呢可能说啊没问题啦，接下来会退款啦什么的。可是这是退不退款的问题吗？而是这整件事情来龙去脉它都是大有问题存在的嘛，而国防部呢却没能在第一时间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解释，让绿委自家人都觉得哎，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觉得说呢国防部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让整件事情更公开透明的还原。我们以前常常在国防部就是用看布袋的那块布来去揶揄国防部，但没想到呢现在连绿营自家人哦就是讲话暗藏深意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啦。那整件事情呢我想先请彭批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背后啊国防部有了顾立雄之后，是不是其实他就是整天在扮赖清德的脚呢？尤其是从这些军售案来说，会不会其实有一种说法啦，就是说为什么要把顾立雄安排去国防部啊？就是说顾立雄他明明是蔡英文的人，然后呢又给他放在这个位置，其实有两个原因，就是一个呢说是
先要把顾立雄请出总统府，所以不得不安排一个大位置给他。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不论如何啊，这个美国对赖清德不那么放心，所以说呢，还是得安排一个所谓的英系人马，蔡英文身边的人哦，摆在这样子国防一个很要紧的位置上面，才能够让美国安心。彭批，我们从这个雷神案，然后来看到这几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你怎么看？好，我先澄清一件事情哈，很多人都在推测或者揣测，用自己的想法，用台湾人的想法在讲说，美国人比较喜欢蔡英文，对赖清德不放心。其实我在华府听到的讯息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你说赖清德举个牌子说台独的务实工作者，或者他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其实美国人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动作。美国人其实很了解台湾的政客，就是赖清德也好，蔡英文也好，李登辉也好，陈水扁也好，他们都没胆，他们都没有胆越雷池一步。所以基本上所谓的美国人喜欢蔡英文不喜欢赖清德之说呢，我至少我听到的部分不是这样子了。好，那至于现在呢，我觉得美国是要摆一点姿态，让赖清德知道说你要跟我百分之百的配合啊，你要知道我是老大，希望你不要走偏了跟我们之间的合作模式。其实他在乎的更不是统独，因为他知道统独在台湾是假议题，在国际间也是假议题，在两个美国中国之间也是假议题。他真的要的是要台湾配合美国的国防政策，配合美国的全球布局，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且呢，在武器的销售上面能够尽量的配合美国，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那我觉得美国这次的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其实很有趣，这是媒体先揭露的，先是 Bloomberg 彭博，再来是 Wall Street Journal 是华尔街日报，连续去追这件事情。所以这也不是美国的政府部门或者是美国的国会去追的。那为什么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跟 Bloomberg 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某种程度可能也跟军火商之间的利益有关。我认为啦，可能是这个雷神的对手去爆料的，因为他们一定很火大啊。我的价格便宜多了，我在这个中间，我只分到这么一点点，你怎么可以去赚人家，动不动赚人家几十亿美金，怎么可以溢价这么多呢？我觉得这是商业上面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没有澄清，我也没打算澄清，因为美国军火这块太复杂，我也不想问啊，不要下次这个突然这个 FBI 又跑到我家来哈。所以我的推测是这样子。那至于雷神公司这件事情，我看到的东西都是媒体上的哈，就是它其实有两个时段，一个是2011年到2013年卖的武器，另外一个是就这个两个时段刚好是跨了马英九执政跟跨了蔡英文执政，另外一个应该是在2018左右吧，哈，对，2017这个报价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部分呢是2011，在前面的就是爱国者飞弹，它事实上是在2013年开始交货，交这个采购案的完成。2017的这个雷达采购系统呢，这两个案子被踢爆，也不是被国会踢爆，也不是被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内部自己的检讨，是被 Bloomberg 这个财经的媒体跟后续的华尔街日报的踢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背后应该是一个竞争厂商之间的内斗，但是摆明了就是说这个 RTX 雷神这个公司呢，赚了军火上面不该赚的钱，一就是溢价太多了，赚太多了，最后他跟美国政府呢签署了一个和解的协议，赔了 12.4 亿美金，就吐回来12.4 亿美金。你吃太多了，你被媒体踢爆了，所以美国国务院就调查，进行司法调查，就雷神就乖乖的交了12.4亿美金。12.4亿美金如果乘以32的话，快要400亿美金啊，快400亿台币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那AIT 并没有说明这件事情台湾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说台湾到底被退款了多少钱。所以联合报拿了这个独家，他只说了说他们跟美国的国防部的发言人有取得联系，
那国务发言人大致上说了一下，但并没有说明这12.4亿当中有多少要退还给台湾。所以联合报纸说了一个概念式的数字，叫做数亿美元，吓死人了，动不动就数亿美元啊。那你想想看，我们去买人家的武器，被对方的媒体踢爆说，哎，人家卖你东西卖太贵了，你被骗了。所以我说凯子啊，是以前我们的在马英九国民党时代叫凯子嘛，凯子军购啊，凯子外交。凯子是什么意思呢？凯子就是有钱的人。那凯子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他爹有钱，一个是他有钱。所以凯子的爹呢，又形容另外一种人，表示什么？凯子爹很有钱，然后给他的儿子，所以让他的儿子也变得很有钱。但是盘仔呢，潘娜是什么意思呢？潘娜是说他不但是很有钱，而且还很笨，既有钱又笨，叫做潘娜。台湾现在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啊。你说今天我很凯，我明知道我买贵了，可是没有关系，我交美国这个朋友，好，我要买个我的外交，我就付钱，这叫做凯子。潘娜是很笨，被人家坑了，被人家骗了都不知道，就像金光党里面那个傻子。所以台湾现在的国际的这个角色叫做从凯子升级到潘凯仔，变成潘仔，那也算是进步了啊。那这件事情当然跟顾立雄没什么关系，不过你刚刚讲的那个说法哦，我倒是没有很深思熟虑过，可是你讲的有点道理。因为顾立雄有两个角色，你不要小看顾立雄，顾立雄当这个职务还当了真多，他当过国安会，他当过情报头子，他也当过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大幕僚，他是情报头子。所以事实上你知道这个国安会秘书长这个职务，就是除了总统以外，接下来的所有包括党政军情特检调司法，所有都在这个国安会的掌握。所以国安会秘书长是只可以掌握所有人的所有秘密，再加上他的司法背景。所以我相信赖清德上台的时候，他眼中的顾立雄就有点像美国那个万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每个人都想要利用他，也想要把他干掉，但是都始终没有办法，只好选择跟他妥协。所以你刚刚讲的东西我倒是觉得有点道理哈。今天赖清德对顾立雄下的这一个棋，有点像当年李登辉用郝柏村，有一点那个杯酒释兵权的味道啊。所以看起来先把他调开，然后把他调到一个他最不熟悉的位置上，让他出丑，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可能啊。那我觉得最可笑的是什么？最可笑的是，但是我其实比较严肃的看这个问题哈。我觉得顾立雄要不就吃了雄心豹子胆，要不然就是脑袋真的进了水，要不然就是他完全没在怕赖清德，他跟赖清德是正面开干。为什么这么说？你去看哈，赖清德去参加这个国军将领的晋升茶会，没有半个人站起来，这非常非常不礼貌。我们这种当过兵的小兵都知道，这在部队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全世界的部队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是第一点。好，那你说疏忽吧，啊，后来的解释是说总统府有一个女性幕僚叫大家说大家轻松一点。铺这个谎言梗的呢，目的是要告诉大家说，哎呀，就是那个死老百姓没当过兵的一个女生嘛，所以她不懂嘛，啊，这样就算了，对不对？就把这个事赖给那个总统府的女性幕僚。可是大家去看看哦，中间新闻也有，就事后访问顾立雄，顾立雄嬉皮笑脸的说什么？他说我们原本啊，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些有一些程序跟规定，可是那时候总统突然跑进来。我不知道那个慧蓉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专访这个访问。彭批我补充一下，就是呢这个新闻啊，我们 TikTok 小组呢有把它再做一个加强版，就是除了整段访问我们有放上去，我们做了一个加强版，帮大家挑出了三大重点，大家可以去看。第一呢，就是他讲说啊，是因为他突然进来，所以呢大家反应不及，哎呀，这个错还错在赖清德身上啊，是他自己，他前面先说，他说如果大家听到总统来了，总统到照理讲大家自动是会起立的，不用人教。对对对，哎，那是因为他突然跑进来，我就想说哇塞，这个真的是提油来救火啊。然后呢，好，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他一直帮赖清德解释说
说赖清德，他说总统只是在提醒军人该注意的礼节，他这句话讲了三四五六遍了，就是军人的礼节礼仪还需要你赖清德来教吗？好，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是各种废话文学啦，他说就是赖总统是三军统帅嘛，三军统帅就是三军统帅，就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对，就是他整段要帮忙解释，然后我们最后下一个注解啦，就是说有一种忙想要帮忙哦，就是越帮越忙，讲的就是顾立雄在帮赖清德啦，完全就是感觉在添堵他。所以彭彬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形，顾立雄是真的嘴巴笨吗？他以前可是当律师的人呢，还是说他完完全全真的是故意的啊？律师很笨的也很多啊，林元龙就是一个 啊那个 我要这样讲哦，顾立雄哦，我觉得他是故意在恶搞赖清德。有人去说总统他突然跑进来，那请问你们这些安全幕僚是在吃什么的啦？对不对？那川普被人家开了一枪，就没听这个他的这个 Secret Service 说啊没有啊，那凶手就突然跑进来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啊，川普你自己怎么不会小心一点啊？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荒唐了啦！什么叫做总统他突然跑进来？那今天这个人是国防部长，他有天会跟讲说，哎，不好意思，我那飞弹突然打过来啊，没注意到，这啥么玩意儿啊？匪谍突然进来了，突然从淡水登陆了，请大家要不要接龙作文啊？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他在故意呛赖清德，他把你看他检讨的结论是说这是赖清德的错了，原本大家都按着 SOP 在走，结果你自己突然跑进来。我听到现在还是不懂哎，总统旁边没有人哦，他旁边没有事，我真的不懂哎。总统旁边不是都好多人吗？他突然跑进来，都会有人先，都会有人知道啊，他的一举一动啊，他的下一步要做什么，旁边周边的人一定都知道啊。你看，我没有吃过猪肉，但我看过猪走路啊。我没当过总统，但我当过总统的国宴的主持人啊。总统出发，我们都会收到。总统已经从哪里出发？20分钟，然后总统的车到了哪里？我都收得到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那更何况是现场的国防部长，就是我们国宴的时候，他都跟你讲说，总统还有3分钟到门口，啊，总统现在下车了，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哦 ，OK， 差不多要起哄了，对不对？差不多要准备那个，万一我或者 Jenna 突然跑到后台去整理东西，会找不到人。这是必然的现象，怎么可能说总统突然跑进来啊？我觉得在野党要好好追究，这是国安危机啊，可以把顾立雄哦因内乱罪哈、哦，把他绳之以法，这太恐怖了啦！你知道我昨天因为我们在湾区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嘛啊，我在教会里面有中国来的，有香港来的，有澳门来的，有在海外长大的，那也有。曾经在对岸的军中或高层当过非常高的高层的人，后来移民到美国。你知道他说习近平啊，或者美国在中国的领导人，他们要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就聊起这件事情，他说他们要进场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通知的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看过那个北韩金正恩的画面，他们是用飞鸽传书啊，是人跑过去咬耳朵，真的哦。那他说，他问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不用对讲机无线电？他说怕被截，就是怕被人家那个从空中拦截那个对话，然后就是知道这个国家元首移动的位置。所以他们是用跑步，人跑到前面去跟前面一个哨兵讲说现在接下来是什么指令，然后那个人再跑到前面去跟前面一个人讲说现在是什么指令。所以是这样子在看待一个国家元首的安全性。那台湾的国防部长竟然当着所有的媒体说，那总统就突然跑进来。所以我真的为你们中国的台北捏一把冷汗。真是很荒唐哈。好，我看到线上的朋友呢，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现在是论文门开箱跟中央电视频道两个频道同时双开，但是呢Brian 讲说好像刚刚直播转圈圈，是不是现在已经应该是排除了啦，
如果你能看到我这一段话的话，应该是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好，希望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一下哦。好，我们持续来看，就是说呢，赖清德哦，现在看起来就是有些力威力不够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在猜啊，就说是不是他紧张啦、自卑啦，哦，反正呢，就是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起立的这个问题啊，立了一次威，他还立了什么威呢？这一天啊，大家应该都平安了哈，因为这一次的台风真的是哇，那风真的很大，因为很少有台风从南部这样直接登陆进来，就没有那个护国神山中央山脉当做屏障，确实那个威力很大。那当然通常呢，这个大家也会很关注到花莲一带什么该撤村有没有撤村啊。好，徐正伟呢就是在反正赖清德主持的这个防灾的线上视讯会议上面呢，哎，就感觉好像是有点被针对似的，也不一定是针对，但是呢，这个事情凸显的是什么？凸显的是赖清德他身边的幕僚到底有没有帮他做足功课跟做对功课，就是鬼打墙的要确认说，哎，徐正伟县长那边他的撤离人数是否正确？我们给大家还原一下这段影片，就是当时到底什么状况，我们把一些重点截取出来，大家一目了然。总共预计要撤离多少人？我们就是撤离3000多个，这是全部撤离的，对。对，已经撤离3000多个，但是花莲县政府根据依法要撤离的总人数或总户数有多少？所以，我们全部的保全户一定是优先来撤离，一定是首重一定撤离的部分。但预计要撤离多少人？预期撤离在户籍内的有5884人，但是这是户籍人口，那有一些其实他在在籍人不在，籍在人不在的部分，那我们也有请各乡镇公所的村里领长去追踪这一部分，请徐县长还有县府的团队能够确实掌握因为目前中央应变中心所掌握的贵县应该要优先撤离的人数要到8000多位，8259位，但目前只撤离3000多个而已。跟总统报告，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更新的状况是，一共61个村里，实际居住是3061人，所以已经全部撤离完毕吗？撤离是3013人。这个再确认一下，到底花莲县境内因应这次台风必须要撤离人数有多少？目前撤离的3000多个，如果还没有达到标的的，需要国军协助了，也请国防部能够协助。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赖清德他要去视讯花莲在整个的撤村状况，他所关心到的呢就是有点鬼打墙很跳针啦。那很多网友呢，我有看到说都在揶揄说呢，哎呦，怎么好像赖清德手中的花莲县的人啊都出来好多啊，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好，那当然呢，我们就在讨论到说他的那个嘴脸到底是跟谁学的呢，就发现说哦，原来似乎可能是跟苏贞昌学的哦。那我们呢把苏贞昌这一段呢也看一下，这个是在之前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一个片段，你就会发现哦，真的很像。然后呢这段我们看完再一起回来请教彭平。总共预计要撤离多少人？撤离3000多个，这是全部撤离的，对对，所以已经全部撤离完毕吗？花莲县，上次我测试电话，这次我测试这个。来，花莲县怎么样？消防署长开会，现在他把他切过来。开会跟连线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把他暂时就先跟我们停掉，他们在内部在开会。内部开会跟我视线连线有什么关系？他准备把他切过来，那平常接不过来？可以接过来，他是说他开会当中他在操作上面，他把他放在后面。他那边可以把我们切掉，这个消防署你以后不要让他可以切掉哈。鲍院长他们刚刚在跟气象局在连线，我们请他跟气象局停掉，然后切到我们这边来。那现在我要等多久？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段画面呢，彭P在线上吗？对。好，那个你看到了这两段哦，第一段就是这一次的赖清德，然后呢
另一段呢是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当初苏贞昌的嘴脸啊，刚好因为碰巧都是针对花莲的事情了，就是那个态度那个嘴脸，我不知道我看了是觉得有点就觉得啊好讨厌哦，怎么是那个样子呢，就一副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做派。对，那不管是苏贞昌或是赖清德可能态度还稍微客气一点啦，但是呢这个我刚刚讲到了嘛，这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他身边的人到底有没有帮他做好功课啊，不然怎么会让他这样子跳针成这个样子呢，就是也许不是赖清德自己的问题，他身边的团队显然是有问题的。冯P你怎么看？刚赖清德风度还算可以啦，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时候不管是行政院长或者是总统到了地方去巡视的时候，他的心态应该是说，我从中央下来，你们需要我帮什么告诉我，我全力支援你们，然后跟他们打气叫他们加油。因为如果去在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幕僚都在的情况之下去垫这些人，给这些县长也好，给这些什么中央气象局的或这些人难堪哦，其实是打击士气的。我觉得以行政院长或者是总统的高度啊，应该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才对。那当然赖清德刚刚这样子并没有说真的很不对了哈，他最后一段话是讲对了啦，需要国军帮助的时候我们全力支援。所以如果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当过总统来视察，总司令来视察，他一定是扮演圣诞老公公的角色，他一定是带什么东西给国军官兵，然后跟大家讲说你们辛苦了，大家加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告诉我，我带回这个中央，带回台湾，我帮你们争取。要做这样的角色才对，带兵要带心啊。如果说你看这个参谋总长跑到东引来视察，然后把我们的部队长这个指挥官当着我们所有的兵给教训一顿，你说这个指挥官将来会对这个总司令效忠吗？他心里面一定非常非常的不爽啊，我们在这里拼死拼活，你们的长官跑过来，这什么嘴脸。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也好，苏贞昌也好，没有很会做官啊。可是赖清德他可能刚当总统才不到半年，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角色没有调适得很清楚。其实总统站这个大位置上面，他不要问细节，因为他问的细节第一个他容易自曝其短，他不可能做一个总统面面俱到还可以知道这么多详细的东西。就算幕僚有给他也好，他其实在这件事情他绝对不会比徐祯卫内行的啦，所以他去跟这个徐祯卫谈细节，那他就第一个就自曝其短啊。第二个呢，他其实不需要去扮演一个科长的角色，他可以把自己的角色跟他的这个高度拉高了。可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赖清德是蛮有自信的人，他才会去跟这个花莲县长去谈这个数字。可是你到人家家去，你会比人家了解人家家的现况吗？所以这些东西会被网友拿来揶揄，其实也是其来有自啦。不过我认为赖清德现在刚上台不到半年，他呢这个就是火力全开哦，然后这个炮火四射，他其实应该先分清楚我的第一环的敌人是谁，我先歼灭第一环的敌人，我再来歼灭第二环的敌人。所以他应该把这个敌人的层次分清楚，然后呢要连接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所以你看李登辉很厉害，李登辉当时上台的时候他的地位是非常不稳固的，他的状况比赖清德现在要惨好几十倍。因为国民党内部活生生的是有一些人比他的位分高，比他的权力大，讲宋美龄这个郝柏村等等，都想要把他弄下来啊。他现在是他是左拉右拉，然后最后拉张打李，然后拉王打吴，用这个方法慢慢的把他的敌人一个一个消灭啊。陈水扁他的得票跟赖清德几乎一模一样，一个 39%， 一个 40%， 而且潮小也大呀。虽然陈水扁的时候潮非常小，赖清德这个潮只小一点点，可是投票输一票就是输啦。所以朝小野大呢，你差一席也是差，差一百席也是差了，反正就是过不了嘛。那当时陈水扁怎么做？到处拜访，到处哈拉啊！你看那时候蓝绿之间对峙多么强烈，民进党第一次执政，那个蓝的心中，国民党执政了半个世纪，那心中的恨得牙痒痒，
想要对付陈水扁，可是笑脸伸手不打笑脸人，陈水扁这样子去一个一个去拉拢关系，也轻易度过了他的第一任了、啊。所以赖清德要很小心啊，你今天要对付的敌人，你要很针对性。如果你今天要针对民进党党内部，我如果要是你的话，我不会跟国民党跟民众党为敌了，我会先把我的党内部的一些人给他处理干净了，因为这些人太不像话，就是当着全国的人面前跟我出丑啊，对不对？先是从反正就是给他穿小鞋嘛，包括司法从南部斗他的人，然后帮他先发布这个外交部长，然后你看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什么人不好请吃粽子，请这个当时最忙的一个人，正在处理国会的争议事件的柯总召。那到了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竟然找着这个陈其迈去游爱游河。那这一连串下来啊，然后到了这个教师节，这个928的时候，又开始去弄个什么小英知友会，要把大家呢这个聚集在一起，说什么小英知友会要转型，要成为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团体。反正这一切的手段让我看觉得很不寻常了，所以赖清德的处境真的是四面楚歌。好，那现在呢，他的四面楚歌，他的头号要处理的对象究竟是谁呢？会不会就是蔡英文呢？好，刚刚呢我们给大家看到了苏贞昌当时的那个样子 啊跟你抢了是不是？现在说英系跟苏系要结盟，那你要是什么系？彭系、半仙系？嗯，对，对，那个你去看嘛，那个首先有几个征兆嘛，对不对？那个奸系投靠英系嘛，王世坚嘛，以前我都称他为奸系嘛，他就是那一人派系啊。那你说王世坚只有一席啊？可是王世坚是个大炮哎、欸，他是个大炮的指标哎、欸，他是个可以操弄舆论风向的指标哎、欸。他投靠英系，然后接下来不是只有苏系投靠，郑国会现在也分裂出走啊，对不对？郑国会不是有人酸那个林佑昌跟林佳龙吗？说他们两个投降的真快啊，所以郑国会其实面临分裂啊，因为有一部分人要投靠英系，可是林佑昌跟林佳龙罩子好亮啊，一看郑文灿出事之后，立刻把陈廷飞的首级拎在怀里，然后马上去那个招降嘛。所以现在郑国会也面临了有一部分人要投靠英系，所以你去算一算，英系很大哦。如果郑文灿想说好啊，你要弄我啊，反正这辈子我现在不一搏，我下半人生下半场也在牢里过，我不如一搏吧，对不对？我现在集结出来，我2028当上总统，看谁在牢里。我跟你讲哈，我如果是他，我会这样干，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啦，他一定会被起诉判刑了。以他现在的那个状况啊，什么郑百亿啊，他判个10年徒刑是起跳了，反正他就没有机会了。那你看他被停权了吗？他没有机会了。所以如果能够结合英系，然后陈其迈，或者是跟这个看跟谁结合，或有一搏啊，对不对？搞不好2028是谁搭档选举，陈其迈跟萧美琴啊，那就有趣咯。赖清德会发现说，哎，怎么搞的，我的枕边人呢，我找不到搭档啊。所以这个年头民进党的内斗的好戏才正要上演了。哇，没搭档这个是蛮狠的哦。非常感谢林一峰，还有呢千鸟在林不如一鸡在手，刚刚给我们的赞助抖内支持。好，从刚刚呢我们讲到说郑国会出走，然后跳槽英系，然后英系跟苏系之间呢可能也要一些结盟。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刚讲到了郑文灿这件事情，就大阁这件事情，好像对蔡英文，彭批在你看来是不是一点都没有伤到啊？被蔡英文有没有伤到、哦、我觉得蔡英文无论如何都没有伤到，他唯一可以让他体无完肤的就是偶啦，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他跟他的党羽完全溃散，
包括顾立雄，包括萧美琴，因为顾立雄是整个论文门的背后的司法操盘手，那萧美琴、陈其迈啊，然后谢志伟、张小月跟蔡英文，这是五个当时到英国伦敦政协去偷渡论文的五人小组，这里面有人证有物证，人证就是陈水扁阿扁啊，对不对？这时候赖清德借着这个机会跟阿扁这个修复一下感情嘛，啊，也帮阿扁这个曾经说过的话背书嘛，就阿扁说过啊，就是那时候资策会的副执行长去帮那个，就是帮那个跟英国伦敦政协院的前院长 Anthony Giddens 去帮蔡英文瞧他的论文嘛，后来他说没有没有，不是瞧，是处理嘛，是处理啊，不是瞧啊。那这几个人你看一次处理掉，那这故事不是结束了吗？他说党内的敌人不定于一尊了吗？先要安内才能够攘外啊。那换个角度来看，他要先攘内才能攘外啊，他先要把他自己周边的这些对付他的人先处理掉啊，他才能够处理外面的人啊。而且国民党跟民众党其实对赖清德的敌意没有那么深啊。啊，那如果他聪明的话，先把党内的一些人处理掉，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 3.5 兆的预算跟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好好分一分，让大家呢都有饭吃，哎，他一样可以做一个，虽然是朝小野大，但是还是可以平安度过四年，甚至可以再当四年，可以连任一共达到八年嘛。所以记得，如果以往的每一个总统都看政经官不了，而且没看睡不着，所以奉劝赖清德要看政经官不了。哎，还有论文开箱，不好意思。谢谢，我这天很鸡皮疙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这个现在新闻的整个走向，我想说哇，彭丕才刚讲完说蔡英文呢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塑造一个第四势力要起来了，搞不好他会自主党派啊，不用派了，就直接自主党了，我就想说哇，这个说的也太准了吧，看起来是不是快要即将可能要成型了。那刚刚彭丕点名的这一挂人啊，就是跟这个论文门相关系列共犯啊，很有可能就是原地的成员，对不对？原地转党的成员是这样子吗？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不是真的很了解论文门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可是你如果是我们宇宙正义学院同学，论文门开箱的同学就知道，我们从2019年开始铺排蔡英文周边用了哪些人。你知道蔡英文这一辈子他到现在为止他最怕的事情就是论文门这件事情被掀出来，那是在国际间整个形象扫地啊。那当时是哪些人帮他当共犯，明知而去包庇他的那些人，通通都有刑事责任啊，会一举这个就是捣破这个贼窟嘛，一次把这些所有人都给解决掉。姑且不要讲说我对这个事情关心了哈，我是这个局中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台湾能够让他放就过吗？能够当作没事吗？这一定要做的啊，因为这周边有太多人在违法嘛。好，那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蔡英文现在最怕的事情就是这个，其他都是假的。所以你说他会不会阻挡啊，或者是说郑文灿至于蔡英文他其实没那么怕，没了郑文灿还有陈其迈啊，对不对？没有陈其迈还有庄瑞雄啊，还有蔡益瑜，还有王世坚，还有陈亭妃啊，反正敌人的敌人都是朋友啊。以赖清德现在的个性这么横冲直撞，他在党内的敌人会非常的多哦，所以到头来另立山头会让赖清德非常难堪啊，所以可以慢慢看下去吧。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呢？每一样东西都在验证啊。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2019年4月份蔡英文就曾经以要退党来作为筹码要赖清德不要选，我相信别人可能不知道，赖清德应该很清楚，因为当时有个总统府骇客文件嘛，上面明明写的很清楚，说要把要打到那个刀刀见骨为止嘛。当时的形容词是什么哈？我看一下，当时的形容词是，反正就是要赖清德退嘛，要让他跟他去做党内初选嘛。然后哦，当时说的是格杀勿论，在总统府的文件当中说党路者格杀勿论，哎，
开什么玩笑？当然这个杀不是真正的杀，是形容词，可是意思就是说要把你给这个就是要尽所有的权力，鱼死网破。当时呢打赖的路径图啊，在总统府骇客文件中有，我刚刚把它看到，就是蔡英文不是出国吗，然后把这个初选延后，回国后啊，他的第一局就是暂时进入党的初选程序，强攻协调整合，必须打分裂牌，回国后拉高冲突，苏贞昌以内阁被迫改组，强力劝退赖，总统以不连任就退党相逼。你看这个是打赖文件呢、啊、当时的总统府骇客文件，我现在把它抓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大家听。当时大家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看一看笑一笑就忘了，这是什么？这是2019年赖清德决定出来要挑战蔡英文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当时不是蔡英文一看不对了，整个民调落后赖清德很多，所以他就一直延后党内初选的时间吗？过一阵他不是出国吗？出国以后他就把这个党内初选给自然冻结了，把它延后嘛。然后在那一段时间之内，他在总统府至少开过超过十次的会，把府院党全部找来，然后你这个打赖计划怎么样对付赖清德啊？怎么样这个就是计划 A 计划 B 计划 C 要怎么做，全部后来被那个被镜周刊还是商报，被周刊给踢爆，把整个打赖文件全部揭露。第一时间总统府说那个是认知作战啊，那是这个对岸的认知作战。后来大家发现说里面这个描述的情节太清楚了，哪些人参与，一个一个点名出来，这没有得狡赖。最后呢就说是刘建新的电脑送修的时候被人盗录，而且呢是这个截录了，就是说不是那么正确的，好，是这个地沟盗菜都是这个随便接出来的。到最后大家内行人看完以后真的是下巴都掉下来，当年的蔡英文怎么样运用府院党的势力要逼退赖清德，其中有一个策略就是如果不行的话就以退党相逼。所以蔡英文根本对民进党是没有任何的忠诚度的，他说要退他随时可以退，至于他什么时候会不会出来阻挡要看他有没有那个实力，所以这个东西我就不敢推测，但是他绝对不是没想过。英系的大集结也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要唱当我们从在一起，也绝对不是为了要开个同学会而已，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的。好，那这几天呢就是郭正亮有做了一个比喻去讲，就是说从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赖清德在上任之后啊，感觉呢党内并不是全部都忠于他，而且呢身边很多人一直在给他使绊子，然后呢就提到说好像蔡英文的时候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那他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呢？他就说了，他说因为蔡英文呢是在一个宛如红楼梦般的大家庭成长的，所以说他对于人性要怎么拿捏，以及呢周边的人要怎么样运用到极致，他是非常善于这些的。但赖清德显然呢可能就没有那么会，然后这可能就是影响到他们作风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尤其呢刚刚彭丕讲到说蔡英文唯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论文门。好，所以呢是不是应该给大家就是盘点一下我们近期呢，因为从前阵子开始、哦、感觉就是整个的进度啊好像比较停滞一些了，那接下来呢会慢慢到了一个时间点过了之后就突然加速呢，还是现在的局势是如何？好，刚刚提到这个，其实那个蔡英文不是在红楼做梦，他是在青楼做梦哈，所以它是青楼梦还不是红楼梦啊。好，那我们要讲的是十月份啊，很奇怪啊，十月是光辉的十月，所以自动避开了那个法庭。我们十月份没半个庭啊，那有一些庭呢现在就不处理啊。我觉得这些法官是在干嘛？他们在看风向、欸、他们在想说他现在到底是要办蔡英文还是不要办蔡英文。我觉得是这样啊，我看我来盘点一下我们手上的案子啊。目前还有开庭的啊，就是我们告黄国忠泄密啊，台北地方法院的前院长，还有告他这个拒分案，二审最后一次开庭是在9月12号，
好，所以接下来到现在才两个礼拜，三个多礼拜，所以还不算停滞。好，另外呢，我们告这个台北地检署的前检察长周章青吃案，他吃了这个我违反选罢法的案子。这个案子呢，二审最后一次开庭是在2024年，就是今年就刚刚过的9月25号。我们告 Kevin Hans 侵权的民事损害赔偿，最后一次开庭是在7月18号。那因为我们告了这个法官林伟环嘛，所以我们要求他就是他因为不能审判嘛，他是同案被告，他怎么审判？所以这个案子可能要看接下来怎么裁定啊，要怎么样的重新分案。那有一些案子是从头到尾迟迟不开庭的，包括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案子，在高等法院二审最后一次开庭的时间是在今年的6月28号，就停在这里啊，经过了快要4个月了，没开庭。好，我们告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的妨碍名誉案子，最后一次开庭是在6月7号，所以也是经过4个月，完全没有消息。另外，我们告黄伟的两个案子，现在都发回地院更审，因为高院觉得你太离谱了，把这个案子整个都发回一审更一审，但是地方法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接招，也没有开庭。还有，我们告黄伟的817万的这个案子，二审也还没有开过庭。另外，行政院的护照案更可笑，2023年10月5号，一审最后一次开庭是，10月5号到现在整整一年，就是你非法没收我的护照啦，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非法。就这个案子经过了一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开庭。我们的律师去问，哎，为什么没开庭？就是不回你。就是不开庭，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开庭啊！这个外交部你就是违法啊！那把人家的护照莫名其妙没收，人家在有效期间内，所以这个案子就卡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我们的这个告黄伟的两个案子都没有开庭，还有这个行政护照案啊，还有最后是告台北地方法院队院长黄国忠违法通气，在2023年10月份开过一次庭。到现在整整一年，到现在第二次庭通通都没开，因为这法官也知道啊，你这种案子你怎么通气啊？人家请了两个律师又在那个网络上等着你，然后人家有名有姓，还一天到晚跟这个中天跟中广，还有那时候跟 TVBS 连线，人家有名有姓有住址，然后也愿意回来，然后还愿意在这个网络上面开庭，还有两个律师到场亲自开庭，结果你把人家通气，那这个案子我们告下去，台北地方法院一个月，已经过了一年又一个月，完全没有动静，所以全天下最荒唐的这个法庭啊，法院的案子啊，我觉得应该就是属论文门吧，就是司法官心虚到连庭都不敢开。那我觉得我们明天的，因为跟论文们开箱联播嘛，我们要来爆个大料。你知道在英国伦敦这一端吗？如果用我以前的术语，我们又击落了一架敌机。明天啊，我再跟大家报告。期待期待。而且呢，哇，刚刚呢重新再盘点了一下，就发现说这些停下来的案子哦，就是越要紧的案子它就可以停得越久，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一些比较周边一点的呢，前阵子还陆陆续续有开，果然这个到了十月份啊，全部都没有。而且现在满5年了哈，就是对洪丕有没有特别觉得感慨？就是这5年时间，你会觉得特别快吗？还是就是回头看，当然每一步都蛮困难不容易的，但是会不会又觉得就是这时间好像怎么又快又慢的？恍隔一世啊，真的是啊，这个还是要谢谢蔡英文呢，惠我良多，让我的人生在这5年当中充满了这个惊喜也好，让我的人生呢增添了无比的光彩啊，就是非常的有趣啊。如果不是蔡英文的话，我现在我说不上来，可能当然就是当时我离开民视也是因为蔡英文陈菊嘛，觉得我的言论对他们来讲太刺耳了，没法接受啊！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弄掉了我的民视的节目，
我觉得我现在会非常的为难，每天可能戴着个面具或者是很痛苦，每次录完影就要跑到厕所去吐一下，因为我的观众的属性是期待我怎么说，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我的良心跟这个东西是冲突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还留在民视，我会非常痛苦，我可能早就辞了啊。但是蔡英文的这个论文们的这个变化球让我的人生充满了非常多的惊奇啊，所以我又这个老我就顿时成为一个老年移民的楷模，突然这个带着一纸皮箱，就跟那个民国38年的老兵一样，就落脚了巴布亚牛几内亚啊，没有啦，旧金山了哈，然后就展开了我人生的奇妙的漂流，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我就整个回头想想。但是因为我有听到你演讲的那个，其中有一段有提到说，但就是这么重要的家人离开，就是你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会不会觉得有些怨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面有两个面向啊，其实我可以体会哈，你知道当时林宅血案唯一生存的林焕君，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因为后来林焕君成为了一个传道人，然后嫁给他先生也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说在这个煎熬当中的十几年，他说他脑袋里面所有的最恶毒的报复手段跟念头，他通通都有想过，而且通通都曾经计划过啊，就是林焕君是他的阿嬷，他的妹妹都被当场就是被捅死啊，到现在为止几十年了，1984到现在40年了，民进党也执政2次了，通通都没有去想要破案。所以他说过嘛，他这个心情我是可以了解的，就是说但他现在把所有人都原谅了，但他说他在他的内心中有两个他，有一个是想尽各种方法要报仇，另外一个是呢一笔勾销把这个事情都忘了，所以他的心境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某种程度我在历经同样的心境，但是我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再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不要去着眼我的遭遇啦。好，那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到底我要做什么功课才算不忘此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台湾这块土地有一点贡献和回馈，这个是我要告诉自己的。但是我要一直提醒自己，就是说有些事情总是要往正面的方向去看。这个上帝给你的考验，但我相信呢，就是就像你自己所说的，大家都是以你为荣的。这件事情整段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刚好讲到这个，就是论文到现在呢5年的时间了，所以呢也刚好听一听彭P的一些心里话。那希望呢大家可以就是一起持续的等到这整件事情水落石出啦。对，因为大家就是等待最后的一个真相嘛，就像彭P现在一直在这条路上努力着。我们会一直都在的，对吧？线上的各位也是吧？对啊，那彭P每一次其实都会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就是如果没有观众朋友一起的话呢，就是很难坚持下去了。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对我而言很多时候跑新闻可能会有一些辛苦的地方，或者说有些不为人知的之处，对我来说就是只要有观众愿意继续看，就是我会觉得那我这些努力就是值得的。那我想彭P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心情吧。好，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彭P，也非常感谢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那我们就下个星期持续的来追论文们咯，拜拜。谢谢，拜拜。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乍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